好啦，大家好啊，欢迎你嚟到呢协恩嘅 Batman Channel 啦。嗱，今日为大家讲解嘅咧就系呢个题目啦。嗱，都颇长啊，有 A part、B part 两 part 啦，而且一大兜文字啦。咁好啦，事不宜迟啦，先望一望嚟题目先啦。咁佢就话啦 ，sorry 啊 ，let 啊，佢嗰个大 fx 咧就叫做呢一个啦，就系、是。m x 二次加 n x 再减三，咁就 where 嗰个嘅 m 同 n 咧 are constant，OK、okay? 系啲数字嚟嘅 m 同 n。咁佢就话 given that 啦，而家俾咗啲咩资料我哋咧？就是、第一个啦，就系、是、话 f 嘅负二分之一就会系等于九 over 二 ，n 仲有啦个 f 二系等于七 ，OK。好啦，仲有击破先搞搞个 a part 先啦。咁佢就叫你 find the values of m and n。好，咁啊，由于时间关系，科技都先进啦，攞张单子出嚟都放定条题目喺度等你噶啦，对住嚟做啦。好，嗱，首先 a part 啊，咁啊，我哋喺呢度搞啦，好嘛？嗱，由于你同我讲噶嘛，就系而家条题目讲嘅第一个资料就系、是、个 f 负二分一系等于九 over 二，咁我咪用攞佢嚟用咯。就由于 f 负二分一就会系等于九 over 二。嗱，乜嘢叫做负二分一咧 ？f 负二分一咧，即系话 f(x) 个 x 呢度转咗做负二分一啦。即是说这个 x 位转做负二分一，即是这个 x 位都要转做负二分一，甚至连这个 x 位都要转做负二分一，行不行？所以根据 function 函数的定义 ,f 负二分一就会等于 m 乘以 xx 就是刚才讲过是负二分一啦，就成嚿嘢二次，就再加 nxx 就是负二分一啦，就再减三就会是等于什么啊？等于九 over 二，嗱咁所以其实换句说话嚟讲啊，喺呢度咧即系负二分一嘅意思，即系负二分一乘负二分一啦，负一正二分一乘二分一，即系四分一啦。咁所以其实即系四分一再乘 m， 咁即系个 m 乘上个一度啦。咁所以就系 m over 四，就再减。好啦，咁啊，点解我会话减咧？因为正负啊得负啊嘛，咁咪出负咯。咁呢个 n 咧就乘翻上去个一度，咁所以就系 n over 二。好啦，就再减三，照抄啦，就等于九 over 二。嗱，咁而事实上啦，因为呢度有 over 四、over 二、over 二，咁啊最尽系 over 四啦，咁梗系全式。乘四啦，咁所以呢一边左边乘四，右边都乘四。咁啊，你谂真啲，如果呢度成嚿嘢乘四，即系将个四三个箭嘴咁抌入去咯，见唔见到啊？咁所以其实真系简单啲嚟讲，乘四嘅话，第一嚿嘢就约走咗个四啦，同下边系嘛？好啦，第二嚿嘢啦，就系、是、四乘以n over 二，二同四约，咁你咪变咗乜嘢啊？二同四约咪变二咯，咁所以就系二 n。咁最后啦，就减，好啦，唔好忘记呢、這个都乘四啊，四三一十二就会出呢、這个，就会等于好啦，右手边呢度都乘四啦，所以九 over 二乘四，即系二同四约，咁最后出就系九乘二，即系十八啦。咁所以快快手手快靓正噶嘛。嗱，咁所以你唔难发现整翻靓佢咧，就系、是、m 再减二 n。將個加十八調過去變減十八啦，即係減十二再減十八，即係減夠三十，就會係等於零。嗱，你成功咧就會得到第一條嘅 equation 啦，就 in terms of m n， 即係有第一條嘅聯合方程啦。等一陣間應該仲有一條做聯合方程嘅 ，OK。好啦，嗱，第二條啦，我就會用乜嘢呢？由於你亦都同我講啦，就係、是、個 f 二啊等於七，有第二個資料噶嘛，條題目俾我哋噶嘛。由於個 f 二係等於七啦，係咪啊？咁所以發生咩事呢？根據 function 函數嘅定義，咩叫 f 二啊？即係話 f(x) 個 x 左右二。咁所以其實即係話呢個 x 位左右二啦。咁即係呢個 x 位你要擺二落去啦。咁誒，亦都呢個 x 位亦都要擺二。咁所以其實真係簡單啲講啦，佢就會係 m 乘以 xx 就係二嘅二次啦，就再加 n 乘 xx 就係二啦，就再減三，就會等於七。咁即係換句説話嚟講，咩嚟㗎？二嘅二次就係四啦，咁所以就係四嘅 m 再加，好啦 ，n 乘二即係二 n 啦，再減幾多啊？減完三呢個加七調過去變減七，即係減完三再減七，即係減夠十，就會係等於零。
咁當然呢個就係意識啦。咁所以即係簡單啲嚟講，搞什麼呢？咁啊，而家擺明就係有兩條嘅咁嘅 equation 喺度啦。嗱，不如我俾個 highlight 你啊，好嘛？嗱，有條黃色喺度，咁亦都有條橙色喺度啦。咁其實你就將黃色同橙色咧做 simultaneous equation 聯合方程啦。嗱喺呢度我唔詳細講解啦。咁啊，我亦都有 program 俾你啦。不過今次你睇唔到我部計數機撳 program， 所以我唔用 program 啦。稍後有機會上堂或者現兜兜面對面咧，甚至俾啲片你啦，去睇下我點樣用 program 去解咗呢兩條黃色同埋橙色嘅simultaneous equation。咁不過今次我用手計啦。好啦，咁我就會係一色加二色。如果我一式加二式，即是加減消元法，即是我用個 method of elimination， 那即是什麼意思啊？那啊，即是簡單一點說，我會將黃色的左手邊這裡一式加二式，即是左邊和左邊這上下相加，那右邊和右邊這零零相加，那零加零就是零咯。那所以簡單一點說，即是如果這樣加的話，這個sorry 啊，這個是 m 加 4m， 那就是 5m 咯。好啦，減 2N 就加 2N， 即係抵消咗啦，我就係想抵消佢啫嘛，我留意到，所以咪上下相加咯，一式加二式咯，係咪啊？抵消咗冇咗啦。咁最後啦，就減30再加負十，即係加減30完之後正負得負啦，再減十，咁所以減夠40，就會係等於零啦，因為右手邊零加零啊嘛。咁所以你唔難發現咧，將個 5M 留喺度啦，將個減四十就調過隔離邊加四十，最後乘五調過去邊除五，咁所以你唔難發現咧，其實個 M 係等於乜嘢呢？四十 over 五即係五八中四十啦，就係八嚟嘅。咁所以我而家叫呢個做三式啦，好唔好啊？好啦，嗱，咁最後我哋想揾埋個 N 佢，咁我哋點處理呢？咁我哋冇嘅，你最簡單就係將呢個 M 係等於八，不如壓翻落去第一條式嗰度啦，即係呢個位啦，係嘛？咁所以我哋話俾人聽啦，就係 substitute 個三式，即係 n 等於八，就落去 into 個一式嗰度。嗱，中文嘅同學啊，就將三式代入一式，將三式就代入一式啦。中文同學自己寫啦。咁你咁樣代嘅話，即係發生咩事呢？嗱，我唔係好夠位啊，等一陣間，我不如就偷隔離個位啦，好唔好啊？咁所以我界開少少個熒光幕先啦，唔好介意啊。咁啊，我喺度界噶啦噃。嗱，將個三式代入一式啦，即係發生咩事呢？如果係咁咧，即係個一式就係呢個啦。咁你將個 m 係等於八壓落呢個位嗰度，咁所以呢個位咧就係八再減呢個嘅二 n 啦，再減三十就等於零。嗱，當然啦，我唔係好夠位啦，所以我將呢一度咧褪上嚟呢個位咧繼續做落去啦，得唔得？咁啊喺呢個位咧，我哋繼續做啦。咁你唔難發現就係八減三十係幾多啊？就係呢個負廿二。好啦，就減呢個二 n 啦，繼續留喺度，等於零。咁當然啦，減廿二照留。咁啊，將個減二 n 調過去變加二 n， 咁所以就係二 n 啦。最後終極將個乘二調過去邊除二，咁啊等好左右兩邊調轉寫啦，咁即係簡單啲講啦，個 n 轉咗嚟呢邊，咁啊你調過去二乘二調過去邊除二，即係負廿二 over 二，即係負十一，咁等好左右兩邊調轉寫個負十一咪嚟到呢邊咯，得唔得？咁所以回翻人哋啦，最後終極答案係咩啊？所以個 m 係等於八 ，and 個 n 係等於負十一。嗱，成個 A part 搞掂 ，OK， 掂唔掂？嗱，如果掂嘅話咧，咁我哋落 B part 啦。不過當然呢個都唔係好夠位啦，咁所以我哋俾翻個 page one 定間開 page two 啦，好嗎？好啦，嗱，咁啊 B part 睇下佢問咩先。嗱 ，B part 佢就問你啦 ，Is it true that 究竟啱唔啱啊？佢有件事就係話呢一個嘅 F 負一係等於 F 三再減十二，佢叫你 explain your answer 解釋你嘅答案。好，嗱咁嚟噶啦噃。咁啊，攞張紙啦，新嘅紙啦 ，page two 啦，呢度啦。
嗱 B part 啊，咁我由于我哋喺 A part 咧，记唔记得做过啲咩啊？就系、是、你计嗰个 m 系八，个 n 系负十一，咁我梗系将呢两个数字咧压翻落去呢条 a 大 fx 度噶啦，因为有 m 有 n， 见唔见到啊？咁所以如果我哋咁样压落去嘅情况底下咧，我即刻嚟噶啦噃，明显地 clearly 系啦，中文叫明显地啦 ，clearly 发生咩事啊？个大 fx 就会系等于八个嘅 x 二次。再减十一 x， 再减三。嗱，如果你惊人哋真系唔知道你做紧乜嘅，你咪就话由于 by a 咯，即系利用 able 咯。中文同学啊，由于利用 able 系嘛？咁所以其实我哋继续嚟噶啦噃。咁我因为佢问我哋咧，就系话究竟f 负一会唔会等于 f 三减十二啊嘛？咁你咪睇下 f 一系几多先咯。跟住再睇下 f 三。减十二系几多？你比较一下两边究竟系咪一样？咁你咪知道佢啱唔啱咯？咁呢个做法就系咁啦。咁所以我哋睇咯噃。首先我睇 f 一 f 负一。嗱 f 负一咧就根据翻 function 函数嘅定义啦，就会系咩啊 ？f x 个 x 转咗做负一啦，即系个 x 系负一啦。咁所以呢一个位个 x 都湿做负一，呢个 x 位都湿做负一。咁所以简单啲讲啦 ，f 负一就等于八乘以 x x 就系负一，乘嚿嘢二次，就再减十一 ，x x 就系负一，再减三。嗱，咁啊，你唔难睇到咧，呢嚿嘢咧，自己揿机有心算又好啦，都唔难睇噶啦，就系十六嚟嘅 ，OK。咁至于 f 三再减十二咧，咁我哋都想知道佢系咩嚟噶嘛，咁咪睇咯，系啦。咁啊，咩叫 f 三啊？咁根据翻 function 函数嘅定义 ，f(x) 个 x 转咗做三，所以呢个位就转做三啦，个 x。咁即系话呢个 x 位都转做三，呢个 x 位都转做三。咁所以简单啲讲啦，即系佢系。八乘以 x x 就系三嘅二次，再减十一 x x 就系三，就再减三。好啦，就再减十二。嗱，咁所以其实即系换句说话嚟讲系咩嚟嘅咧？冇噶，前边你揿晒机，佢或者心算啦，都唔难睇到咧。呢个系三十六，后边就减十二啦。咁所以最后出嚟咧就系。24，喂喂喂，咪住先，佢问我哋呢嚿嘢等唔等于呢嚿嘢嘛？喂，计出嚟呢个 16， 计出嚟呢嚿嘢系 24，16 又点会等于24啊？咁所以回翻人啦，有足够证据话俾人听啦，系咪啊？所以 f 负一啦，等于 f 三减十二呢件事咧，啱唔啱啊？梗系唔啱啦，就 is not true。原因上面都計咗俾你睇啦，係咪啊？咁啊，一個十六，一個廿四，點會啱咧？成件事係咪 ？OK， 得唔得？嗱，好啦 ，check check， 睇大家今日有冇啲咩特別問題啦噃。嗱，如果冇問題嘅話咧，咁我哋就今日到呢度噶啦。OK， 好多謝大家今日收睇啊！嗱，希望下次有緣嘅話，我哋再見啦。嗯，拜拜。